好 ，OK， 你不要关，把我们拿好。来说干，管那有什么特性？快点，我们家做实验了，赶快讲完可以。南溶于水。对。然后呢？不，然后呢？废水。然后会产生二氧化碳。是要。当有人在讲的时候，我们要尊重人家先讲完。我知道你肯定也是啊，那你为什么不第一个讲？你第一个讲就让你讲啊。有。已经有人在，那你为什么可以回答？哦，抱歉，我刚刚是听到讲到说南榕之水。那你就听人家讲完啊。哦，你不用急着讲啊，我让你知道，那就很好啊。但是人家正在讲的时候，就要尊重别人讲完啊。好，啊，先继续。废点较低。废点较低，然后呢？然后。一个人这样。好，日常生活中你常常在哪里会看到碗类？屁啊，屁看到碗类。我讲错了，被感觉没有那个。厨房。厨房瓦斯也是碗内哈，还有嘞，哪里有碗内？牛舍，牛舍有碗内，哪里有碗内？牛舍什么？屁，好，在中国他们家很多人是用那个沼气发电，或者是就是它其实是收集，啊，沼气不漏毒，沼气有毒。沼气有没有毒？同学，沼气有没有毒？本身没有毒。沼气有没有毒？啊，沼气。沼气有没有毒？瓦斯有没有毒？这个东西有没有毒？课本上我告诉你有没有毒？课本上我告诉你这有没有毒？没有哎，课本上的东西都死的安全。啊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毒气啊，没有什么毒，没有什么毒的成分。啊，没有什么毒的成分。但是，像瓦斯为什么有臭臭的味道？那是不是碗内的味道？瓦斯桶。它的味道不是，它是额外添加，它添加的哈，它加一啊。事实上，你可以试试看，简单，你把打火机，闻看味道。有啊。现在就来测试。打火机有味道。有啊。你看你在打火机，我就叫你打火机有味道。他对，今天都玩打火机了，对啊。打火机基本上没啥味道。打火机味道跟那不是蜜蜂。你智商是有多低啊？那个不会怎么样嘛，那不会怎么样，不要去碰它就好。打火机的味道跟瓦斯打开的味道，哪个比较臭？瓦斯还是两个是一样的。差不多的东西啊，你可以对着鼻子试试看嘛。哦，鼻子。那你还没有试过啊？啊，我也试过，现在我不觉得打火机有什么味道，但是瓦斯桶的瓦斯是很臭的啊，因为打火机基本上就算把一个打火机都漏光了，还不至于造成这个房间爆炸。可是瓦斯漏气的话，就很容易造成一个房子爆炸。啊，所以为什么它会添加臭气在里面？它让你提醒说，我现在瓦斯桶在漏气了。啊，所以要提醒你，因为它重点的危险在爆炸的危险。我们家庭很多人把那个瓦斯桶放在室内燃烧，比如像热水器，因为它放到外面，风吹雨打容易烂掉，所以放在室内。所以会产生一氧化。缺啊，对，它的中毒是一氧化碳中毒，不是瓦斯中毒。各位同学，是什么中毒？一氧化碳中毒。什么时候会一氧化碳中毒？缺氧化气。瓦斯漏气跟一氧化碳中毒？对啊。是这样子吗？对。瓦斯漏气跟一氧化碳有关系？没有。啊，火灾有关系。瓦斯漏气跟一氧化碳没关系啊，瓦斯。哈哈哈哈哈。瓦斯漏气跟一氧化碳没有关系。那瓦斯漏气有什么危险？爆炸！对，你这样子，我再问你第二次，是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所以，但是我不希望你这边没听清楚，我们就往下跳了哈。对，麻烦不要再玩，跟得上不要再玩哈。好，所以甲碗、乙碗、丁碗这么多不同的碗类，刚讲分子量大小的关系，它有什么趋势？它有什么趋势没有？再想想看，猜猜看。越来越多氢，越来越多氢，越来越多碳。可能越往后面能量越多。什么样的？什么？为什么？燃烧的时候产生能量比较多。燃烧的时候产生能量比较多，这个不一定。那比例不都一样吗？什么叫比例都一样？还有那个 CH 比例有一样多吗？有一样多吗？还是一？有对啊，第一个是一比四啊，这边多少？几乎是一比二啊，没有一样多哈。好了，越往这边，这可能你不知道，但是你有概念，越往这边的越容易压缩成液体。啊，越容易，像瓦斯、打火机会不会用甲烷？为什么不用甲烷？
不容易压缩哈，不容易压缩成液体。所以我们上要写含碳素较多的那种烃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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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含钡比较高，然后会以液态存在。很会，你知道吗？越往这边的时候，它越容易以液态存在。在哪里？好，越往这边的话，你的分量越大，它越容易呈现液态哈。越往这边，它是以气态方式存在。但是含碳素更多的，会以固态存在。对对对对对，像钠也是一种哈，钠也是，像这些都是石油的产物啦，大部分由石化要提炼的。像假设你家里用台北，假设你住大都会地区，他们有天然瓦斯的嘛，天然气瓦斯，记不记得？他们就瓦斯管配线到你家去的。打开，你认为它是甲烷或者是甲烷、癸烷或者是壬烷，这是哪一个？癸烷，当然是甲烷啊、哦。因为越往这边它是越像偏向液态，它不小心就会成液态，那成液态之后它就流不动了。那这是气态哈、哦，气态比较容易流动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再看醇类，什么是醇类？什么是醇类？什么是醇类？醇类是什么？甲醇是什么？高的你有甲醇，甲醇是酒精吗？二醇。来，甲醇是什么？反正我知道它是加在酒里面的。甲醇是加酒里面的，那你喝的就中毒死翘翘了哈。是乙醇。那甲醇是什么？甲醇的化学式是什么？忘记了。课本有啊，你不要跟我忘记不知道。我跟你查课本呗。CH3OH 啊、哦、CH3OH 好了，甲烷跟甲醇差别在哪里呢？对，它差别在它把一个碳换成一个 OH。 Hello， 那边的同学，那边的同学继承欢迎。他讲多久啊？不要再聊天，不要讲那些私事了，要私事讲私事出去。我没刚讲私事，那我讲说课本第几页啊，然后他的课本跟我不一样的那种。OK， 好，回来了。甲醇是什么？甲醇。CH4， 反正 CH4 是甲烷，把 H 改成 OH 就变甲烷了。啊、哦，这样清楚吗？清楚。有没有变化？就是只是把一个碳，把一个氢，把一个氢变成一个 OH 就好了。好，那可以拆开。乙醇是什么？乙醇怎么写？乙烷，然后把后面的 H 变成 OH。OK， 非常好，就是把这边换掉，它一样嘛 ，CHH， 后面这边变成一个 OH， 这样就可以，这是乙醇。那有没有丙醇？有没有丙醇？有没有丁醇？有。有没有固醇？有。有没有更多醇？有。可能有了哈，像我们大部分常用的甲醇跟乙醇。好，那甲醇跟乙醇，乙醇在里面你会发现乙醇，乙醇会在哪里发现？酒里面有乙醇的，酒精就是我们常用的食用酒精，可以吃进去的酒精就是乙醇，甲醇。是我们叫工业酒精，甲醇通常只拿来燃烧，甲醇通常只拿来当溶剂，但是有人把它掺在酒里面给人家喝。哦。啊，但是因为甲醇相对来讲便宜一点，比乙醇便宜一点。啊，可是甲醇你只要碰太多了，就可能你的中毒的现象，第一个是看不到。对，第一个现象就眼睛瞎了，第二个现象就是太多的话就死掉了。但是乙醇会不会死掉？乙醇吃太多要死掉，可是甲醇的话不容易吧？毒性不一样，毒性的强度不一样而已。乙醇也会死掉。曾经有一个故事啊，大概是半年前的故事而已。有一群大学生，就是起哄，他就有一个女大学生就说，哦，她酒量很好，她说让我们来喝她那个五十八度高粱，那女人就喝两杯五十八度高粱。然后当天就挂了，我操！对，就死掉了，喝两杯五十八度高粱就死掉了。所以每个人对酒精的耐受程度不一样，有时候酒精有毒，对每个人不一样。有些人他可能一天喝两瓶高粱可能他没事，有些人可能不常喝酒的，因为身体没办法
主要是代谢的问题啊，我们没有办法代谢这些物品。你当没有办法代谢的时候，它就是毒素。你能够代谢，那就不是毒素嘛。好，那什么叫代谢？被身体排出嘛。新陈代谢。啊，新陈代谢我知道，你新陈代谢，那什么叫代谢？就是血跑到肾脏，然后一直。好，不是啊，什么叫代谢？排毒吗？排毒不是，什么叫代谢？可以被分解啊，重点在分解跟组合，主要是分解啊，我们把一个东西分解掉，排泄，然后把它处理掉啊。那你分解的过程当中，譬如假设这个房子，我现在要盖新的房子，可是我没有什么材料，我可以去拆旧房子来盖新房子吗？可以嘛？我旧房子拆掉之后，是不是我原来都可以用？不是吧，有些可以搞旧。有些可以用，也不能用的，不能也要排掉嘛，那叫代谢。那重点是前面先拆除啊，酒精吃进去，你如果没有办法把它代谢掉，它会变你身上的负担啊，那就会是那些毒素。可是它会直接被排掉。它没办法直接被排掉，因为它直接被排掉有点困难，因为事实上我们身体的管线，你吃进去是不是在直接被排掉？应该可以直接被排掉一部分，但是大部分会被吸收。应该说太大量。对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分子，所以当你没有排掉的时候，它是可以穿透你的皮肤，穿透你的血管，穿透你的那个食道、肠道，它穿透直接渗到你的细胞里面去。那你知道我最近看一个，也是像那个实习生格雷，他有一部影片，他是说，因为他心脏有病。他心脏已经快点衰竭了，可是他还等不到那个移植，没办法移植。那他的做法是怎么样？他用一个管子伸进去心脏里面，从大腿这边，从小腿这边伸进去你的血管里面，一伸到你的心脏里面去。那他心脏里面有左心房、右心房，左心室、右心室，对不对？他现在是右心室还是左心室有点问题，他里面的皮肤已经开始溃烂了。那如果你不处理掉的话，他就会这个心脏就破掉，就死掉了。割掉啊！哈哈，破掉就等于死掉。你懂吗？心脏破掉是心脏割掉。还有意思不？就是等不到心脏，他没有移植心，没办法移植心脏，他在等心脏啊，他等心脏。后来他做法怎么做？他是管子伸进去之后，用酒精直接把这边的皮肤给烧掉。他用的名叫烧掉。所以酒精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容易跟你的别的东西做反应的一个物质。它烧掉之后。烧就是把那个烂掉细胞烧掉，把那些不好的细菌，那个因为它已经溃烂了，溃烂表上那边有一些东西在吃那个皮肤，它把那边部分烧掉，烧掉完之后它就停止了，它就不会再溃烂了，可以暂时维持一下。交辅政策不会长。对对对。就是这样的话，不就一直要烧一直要烧，那吃猪。所以它只能维持一下，而你不烧，它可能穿透速度很快啊，所以它先把它烧掉，让它维持那个现象，它不会再往外烧了。好，那它可以维持，比如它不烧，可能一个月就死掉，烧过之后它可以撑一年，可是，一年之内还是要找到心脏的移植，不然它就死掉。好，它可以延长它等待心脏的时间嘛？好，这纯类哈，纯类的话，大部分是拿做酒精，它是可以从我们的水果糖类去发酵得来的哈。好，什么是有机酸？有机酸就是有机酸。有机酸的化学是什么？有消灭的。有机酸的化学是什么？CH3COOH。好 ，COOH 记不记得？这是什么？不记得。忘记了。COOH 就是那种不会被拆开的东西。啊？没有，没事。这是甲酸吗？这是乙酸吧？这是乙酸。大乙醋酸。这醋酸嘛？这醋酸啊，我那天上课上过嘛，醋酸，醋酸这种有乙酸啊，它是这个是乙酸哈，乙酸。那为什么叫乙酸？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叫乙酸吗？乙酸。为什么叫乙酸？因为这边怎么取它前面有超酸酸。再想看为什么？我们刚讲完乙烷、丙烷，然后甲醇、乙醇、丁醇，它们都很特别。那个甲代表什么意思？甲的就是第一个，发射。那为什么第二个？那第一个长怎么样？没有，长得就长那一个，二一个。然后陈宇，赶快这逻辑问题啊！
甲醇、乙醇、丙醇、丁醇、甲烷、乙烷、丙烷、丁烷，它们的甲代表什么东西？现在这个叫乙酸，为什么这个叫乙酸？甲乙丙丁的甲乙丙。碳吗？碳怎么样？碳的增加。碳的增加怎么样？我在清醇里面讲完了。然后浓硫酸加球啊，就是随着，跟这个没关系。我说甲乙丙丁是什么意思啊？随着甲乙丙丁的代表什么？的顺序，它的碳数量增加。碳的数量增加，它说甲代表什么？一个是什么？一个碳一个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它前面如果是甲酸的话，前面会有 HCOOH。不是啊，甲乙丙丁代表的碳的数量啊，碳的数量。碳数。对，碳的数量。一个分子里面含碳数是一就是甲，含碳数是二就是乙，含碳数是三是丙，这边几个碳？它们两个碳。两个碳就是乙酸，一个碳就是。好，如果是一个碳的话，就甲酸。好，大家清楚吗？清楚。OK， 清楚吗？所以这叫乙酸。那甲酸是什么？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组成。它组成如果说一样，我们从甲烷来看啊，甲烷是这样 ，CH4。对，那它乙酸会什么？它怎么处理变乙酸？甲酸。啊，不可能甲酸。我们先看一下，那乙酸怎么？这个怎么？再多一个 C， 然后多一个 C， 多在哪里？多在这里，加在 C 的旁边。加 C 的旁边，要不要上来试一下？好。你说那个吗？对啊，乙酸的话，乙酸的话，是的，两个 C， 然后 O， 然后 O 的另外一个要对吗？啊，这样对不对？不对在哪？不对，志宇你说。一个氧，一个氢。那不是氢啊，那红色不是氢啊。
我养的。红色是养的呀。白色是。那养红双片啊？养不是二吗？养不是两条吗？两，你看课本都有了，你们还可以画作，你都没在看课本的、啊。课本就有了，课本还有结构式，还有照片，你都没在看、啊。对耶，这都属于必修。老师让我们画。好，请上来。不是不是不是我，你要看我的。不是这个吗？看不到，这不看书嘛？你把书看过就会了啊。是没错啊，所以我这里没有。你跟书没有。上面这个。哦，哎，这个故事录音中哎。叫四人呗。加三以上。他有点屌哎！哇，郑宇好赞哦！啰嗦。哎，我在夸赞你说我啰嗦。啊，郑宇好废哦。哎，你这个编辑课本呢、啊？这么多人有课本，你可以看看别的东西。OK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给我。课本上大致上相同，但是这个错了。错了。还有几？还有几个键？对呀，跟他连在一起。还有几个键？对啊，它有四个键，我刚才写了，它有四个键，两有几个键？那两有两个键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没有错，这样子对吧？这样子就符合它外面有四条键，两外面有两条键。它好像两条，两条连一个啊。啊？两条。嗯啊，你看两个两在一起，它怎么连的？它是共价两个，两个电子的交换，对啊，这样两条键嘛，对不对？氢跟氢在一起是单键。因为只共享一个电子在交换，这边是两个电子在交换。好，最夸张是 N 是氮吗？氮是共享几个键？共享几对电子？氮哦。氮是共享三对电子哦，所以氮是最难烧的，氮比较难以拿来燃烧，它强度很强。啊 ，OK， 啊，那比较难拿来烧哦，所以这是乙酸哦，乙酸实际上就是。乙酸质量就是你氢啊，嗯，你说是的，对啊，你在问乙酸质量的，你看它是好，这是什么？记不记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甲烷的。好，那我写这个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叫做酸基呀、啊，可以这样讲，那叫酸基。这个基的意思就叫基本，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。好，那醇基什么？可以告诉我醇基什么？醇基。OH。OH 非常好 ，OH 就是醇基哈。这是酸基，因为这边还有一条键没有接嘛。当你把这个氢拿掉，把这接上去之后，这边就是一个乙酸。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乙酸？是或不是啊？就是是叫做大电量，是是啊。好，那什么甲酸？甲酸。什么是甲酸？我可以把这个结接个氢。我可以再接个氢。我再接个氢，是不是就甲酸了？因为是酸基还是酸基嘛？我再接个氢啊，但是我只有个碳，是不是就变甲酸？对啊。对不对？那就告诉我什么是丙酸。然后谁可以上来试一下丙酸？好，谁要上来试一下丙酸？丙酸。那我想想，之前要上 C 要丙酸，丙酸的 H， 那个 C 那个，那是乙酸嘛？这是乙酸啊。对，我是说旁右边画的那个图是乙酸。这是乙酸啊。哦 ，C 接了三个 H， 那假如 C 接两个 H， 一个 C， 然后另外那个 C 再接一些 H。对。我没有听懂，那再来看一下。我自己先测试一下。好，先测试一下。刚刚自己讲一个重点哈、啊，怎么处理？丙烷的后面 H 把它去掉，然后再加一个酸基。OK， 你们上来试一下。没有。生物科技，轩宇笑最开心，过来试一下。不要。丙烷，好，那你告诉我丙烷怎么写？我就不知道啊，要睡觉。丙烷怎么写？不知道乙还有甲。好，那你告诉我甲烷怎么写？啊，刚才说碗不是酸吗？那我就碗。好，甲碗、乙碗、丙碗，对不对？哦，丙碗后面这个改成什么？改成酸基嘛。哦，知道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已经不是了，这是叫这已经是丁酸，里面本身就有个C
今天在你上，所以我再去掉一个。这就是什么酸？对，这是丙酸哈，这丙酸的嘛，一二三，三个氢哈，三个碳哈，这是丙酸，好不好？那有概念的吗？有啊有啊。好，酸会出现在哪里？比如我们讲说，比如我们有胃酸，胃酸是哪一种有机酸？还有我们常看到一种酸类的东西，比如常会看到在哪里？你刚刚有人讲这叫醋酸，醋酸怎么来的？水果哈，水果在酿造的过程中它产生酸，有没有？我们讲吃醋，就是喝醋啊，水果醋啊。食用醋啊，醋里面的醋酸，醋酸就是乙酸啊，乙酸。哎，你说那个丙醇的吃乙酸的有什么结构是什么？丙醇就是把后面这一块改成拉丙醇了。哎，这是氢才对啊，这不是改成 OH 就是丙醇啊。你把后面这块改成 OH 就是丙醇。啊，丙醇的化学式。你的话就是 C 三 H C 三 H 哦 ，H 七 O H 啊，乙醇的话是 C 二 H 五 O H， 甲醇的话是 C H 三 O H， 有没有看得出来？那丁醇会是什么？丁醇什么？没有看看丁醇什么？丁醇是 C， 反正我问错了，老问错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H， 然后嘞？九 O H， 哦，这是丁醇，陈英你要是什么？我问错，应该是问酸了、啊。酸 OK 哈。丙酸。丙酸。丙酸怎么样？的化学式。丙酸的化学式好，我们后面不是有个 C O H 吗？对。啊 ，C O H 我们如果说假设这是，啊 ，C H 三 ，C O O H， 这是乙酸对不对 ？H C O O H 是什么？是甲酸。甲酸，那这。丙酸可以拆开吗 ？C H 五吗？不是 C H 五，然后嘞 ？C H 四，不是 C H 四 ，C H 三 ，H 三点五 ，C 二 H 多少 ？H 五 ，C 二 H 五，然后 C O O H， 哎，不错 ，C O H 就是我们讲酸基哈，前面在变化，有看到？没有，因为我只知道两个，我就可能猜。啊，陈阳，那什么是丁酸？C3H7COOH， 好的，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大概有问题啊？没有，我说没有。讲完嘛？你要听我讲。你说要做实验的。好，造化呢？下礼拜不做造化，所以麻烦各位同学回去看造化的过程。好，下礼拜不做造化。那今天不做造化，今天要讲别的东西。实际上在课本，因为我这个实验应该是要在后面才讲，但是我想先做哈。我已经把实验器材准备来了。我们不是有做过肥皂吗？肥皂，对，但是我们没做过造化。好，在这样我们常用的有机的物质哈，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叫做，我看一下，可以。那我要试几辣化。够了没？没有，我看不出了，你要给我们看。所以我这个最近。好，现在我找到这里。好，讲我们讲造化，我们想先讲肥皂的原理嘛。肥皂原理是这种，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产生一种叫做类似肥皂的结构。肥皂结构实际上是叫做有的叫界面活性剂。肥皂跟造化是制造肥皂的过程跟造化是相同。制造肥皂的过程就叫造化，制造肥皂的过程叫造化。那个造化跟你这个人的造化是不一样的造化。你讲我们的造化，这个人的造化如何是造？他们讲的是这个造化，造化呢？造化只要造孽。好。那个肥皂为什么可以洗把一些污垢洗掉，把一些油脂洗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让那个油，没有办法附着在上面。它那油没办法附着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啊。对啊，这个表面，在物理表面，它附着了一些油脂，可恶，油卡在这边的。
啊、哦，那卡住了。对，我们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说，我们要把一个表面上的一个东西清除掉，我们要怎么做？除肥皂水。什么除肥皂水？又做了两天。不是，拿那个威猛先生通的。啊，威猛先生跟通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哦。啊，威猛先生讲，假如我们现在要把它清除掉，你说通的是把它通了，又通了的话，到马桶到水管去。通的是溶解的。把溶对，那是溶解。而是把它溶解掉。我现在桌面上有些，假如用油漆写东西，或者用漆笔写东西，我要把它清除掉，要怎么处理？一点酸吗？不是酸，碱，不是碱，酒精啊，去渍油，不是酒精，去渍油有可能，啊，去渍油可能，因为它是滴油了，你要用一点溶剂把它溶解，对不对？也是溶解，但它溶解跟那个通热的溶解不一样，通热溶解实际上是把它分解掉，把它反应掉。但是这个溶解是把它稀释掉，是让它融化出来。加水，不是加水，它用本身用去脂油或者是溶剂去让它溶解，因为有些把那你说用油漆的话，那我就给它放油就好了。对，像油漆，我们在油漆要把它调稀释，我们要加什么？加橡胶水。橡胶水对不对？我们要把它溶解，橡胶水实际上就是一种溶剂，我们看它的成分。哦，是你要睡觉。我没有睡觉。现在快点，兄弟，趴下。好，这个溶剂呢？这个溶剂是甲苯。甲苯我们有学过，苯实际上也是个有机物质。苯是有机物质，在高中会学哈，有苯是有机物质。草字的苯。还是竹草字苯，草字苯。竹字边的就叫苯啊。啊。甲苯。啊，这是甲苯。哦。啊，甲苯，苯是一个有机溶剂哈，有机物质。它是一种溶剂，有些物质呢，它会溶解在有机溶剂，比如有溶解在甲醇。刚刚讲甲醇通常在用的话，它当溶剂使用。什么是溶剂？什么是溶剂？就是把溶脂给溶解在一起的，把溶脂溶解在溶剂里面的那个液体叫做溶剂。对对对，啊，就是它可以让别的溶脂溶解掉的东西叫溶剂，对不对？这叫做有机溶剂，水也是一个溶剂，酒精也是溶剂，甲醇是溶剂，石油有时候可以当溶剂。刚刚那个基腾讲的东西叫溶剂什么？去脂油。去脂油也是溶剂，啊，它是从石油提炼出来，这都可以当溶剂。那我们现在讲，我现在是油渍粘在表面上，我想把这油渍给拿走，那我是要找第一个是找到可以把这油渍给溶解掉的，找到跟这油渍有同类，可以把这油渍溶解掉的。可是我现在找到可以把油脂溶解掉，因为油脂实际上是不容易被溶解的。我比如举个例，最简单常看到的油脂就是蜡烛，你可以拿个东西把蜡烛融化。火。那是融化不是溶解，我讲的溶是那个溶。哈哈哈。强酸。强酸。不一样，强酸可以把蜡烛给溶解吗？强酸不行吧。强酸有可能它可以，它不是溶解，它是把它破坏掉，它是会让它，所以它是破坏它的结构。对，它所以它比较有点像那个威猛先生的。但是你不可能把你衣服拿去泡在强酸里面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样保持这个东西不会坏掉，同时可以把这个物品拿走？那就不要用强酸了，有点强酸。好，那有个简单的做法就是这样，我找个东西可以跟它连在一起的。啊、哦，然后这水冲过去之后，它有一个很大一块，它可以被水冲走。比如，假如我现在把这拿走，可是我拿不走，我就撞它，然后这边一堆人拉着我，就把它拉走了。我就可以把它给拔起来，叫拔除。你看那个电视上的广告有没有？他讲说我的洗衣精很强，所以把它弄进去的话，跟洗衣它就可以把油渍一个拔走，有没有？你们看过那个广告？拔走，一直就在一个，它就是一根一根的，它在有前面有个头，这头呢可以跟油很容易的。组合在一起，撞在一起，连接在一起，就它跟油连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可以把它拔走，所以这就是肥皂的功能，这就是肥皂。啊，所以这种等一下停，等一下停。油在加氢氧化钠不是会变肥皂？对。那为什么不加氢氧化钠就好？有油脂的话加。它已经变成肥皂之后再加氢氧化钠，它不会变得更好？不是，我是说没有问题。要肥皂。那一样，你加氢氧化钠，你衣服会坏掉。你不要破坏你衣服啊！你在洗手，你手沾了油了啊！因为油跟氢氧化钠在一起变肥皂，所以就把手泡到氢氧化钠里面，起来就剩骨头了。
是不是？他要顺便把你的蛋白质全部都给掉了，因为你手上有很多是油脂哎。你表面上沾了一层油，你不喜欢，可是你想要清氧化处理的时候，清氧化同时把你的手上的油也处理掉了。没关系，至少干净的。至少干净非常好，下次我们拿清氧化给你洗澡。不要。好。好，所以我们做这种肥皂是这种功能是这样子哈。好了，我这里有一点点油。好。有。所以我现在要拿水，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哈。要玩喷火秀，对呀、啊，没有喷火秀，水当烧，啊，正体燃烧实验，哇，这个实验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哦，哎，你要被烧了，好不应该，烧了，你这个死屁。好，这是水哈、哦，水这是油，你们仔细看哦，水倒进去油里面怎么样？我没办法仔细看的，都没有完全没画面。我们想看这个，我想看我手上的东西。哦，好，我把水倒进去怎么样？我来呀，我看。会怎么样？会分离。会分离会沉淀。水会保留下面。来看了，这样是看得出来啊，看不清楚了，太远了，加多一点了，糟糕嘞，看不清楚，然后我们用杯子，你再加多一点嘛，好好，我慢慢来嘛，哎呦，你好，哎呦，你好，今天有三只手，你要这样照顾到，这里，哦，你看杯子，罐子是那个，这是上次那个我们自己贡献的罐子。反正比较透明哈、哦，好，现在这里面很多气泡，就是油脂太油了，太粘稠了，所以比较不容易看清楚。但是你可以看到底下，我刚刚有滴了几滴水哈、哦，看不出来啊，那我再多滴点水。全倒了。好，下面一颗一颗的大的颗粒是水哦，看得出来吗？倒了是水、啊，还看不出来。反正倒一堆啊。对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看到了。油跟水不在一起，对，没有，没有在一起啊。它被分离的，因为我先把这是什么油啊？这是沙拉油，大橄榄油。我先把 check 完之后，它变什么？好恶心！难道它变油汽水？它不是油汽水。什么叫油汽水？现在懂？就是那个，就是你烤肉，然后吃一堆肉之后，你喝汽水，然后它这边就会浮。是啊，这个很简单，这是你胃里面的状况。啊，你我们吃很多东西，像肉都有油嘛。进去之后呢，它被胆汁，它被胆汁给包起来。那你看，假设胆汁的功能有点像肥皂一样嘛，胆汁的功能它就把油给包起来。可是这东西呢，它就没办法被包起来，因为它里面只有水，水跟油它就是这种本身不互溶的东西，所以它就慢慢就分离开了。这样子没办法消化，因为油还是油嘛，你的消化液没办法充分的跟油反。融合在一起，它没办法分解。油不能被酸性溶解。油不能被酸性溶解，它不会被溶解，它是你强酸的话可以把它拖住，但是它没办法溶解，好、哦，好，所以你看油脂慢慢的分离出来，你看到油脂慢慢被分离出来，看到没有？这样的话，这层油是没办法被分解的，我们的消化液没办法跟它充分的混合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肝会提供一种叫做肝。叫做干洗碗，那叫乳化剂啊，乳化剂或者是我们现在叫工业用叫界面活性剂，它实际上它功能就是洗碗机，用这个皂基呢，它会把整个油渍后面给它包起来，比如这油旁边会被这个包起来。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肥皂的东西，它是一个长链。前面这边可以跟油结合，所以它把油结合起来之后，它把整个油给包起来，变成一层。那旁边会跟水结合，这样它就可以把油变成一个小颗粒、小颗粒、小颗粒。我们在学过反应速率的时候，学过没有？反应速率要越快，你的物体要被怎么样？表面积是有关系。
表面积要变越大，怎么处理它？表面积变得越大。磨碎。磨碎哈，那油没办法磨碎啊，油你怎么磨碎？它一放开它就回来一块了嘛。所以有的磨碎就是用乳化剂把它包成一小颗一小颗的，你把它变成一小颗一小颗，它就容易被它容易被分解，容易被你身体所吸收消化。所以你的肝会分解出分泌出一些消化素，胆汁它就可以一种乳化剂的功能，它会把油脂给包起来，会把油脂给包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这三个颜色。实际上它中间还没完全分离，它水对啊，水跟油还没完全分，等到水跟油完全分离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两个。下面比较是水，下面比较是水，哈，下面都是水。所以它现在是水，然后水油。我们现在加上界面活性剂，界面活性剂就是所谓的胆汁哈，实际上是类似的功能嘛，哈。洗鱼剂啊？胆汁在洗碗。你可以拿胆汁洗碗，那试一次哈。然后它就把油分解啊，胆汁就是这个功能，对吧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羊水多啊！然后它就乳化了哈，乳化完之后它就不容易再被分解了。我给大家放一下看看，它很后面很容易被分解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上面是气泡哦，上面是气泡，上面就是被分，不是乳化，下面是乳化。我们等一下会不会看到刚刚的现象，变成上面一层黄黄的，下面一层白白的？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乳化剂没有用。但是如果说它现在已经把完全变成，就是那个油完全被包覆起来，它不会再跟水分离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乳化剂。只不过它下面是一层，上面是空气哦，上面是泡泡空气而已，下面就是完全油跟水的组合了，油跟水已经充分的混合在一起了，它没有再分离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乳化剂。所以你的胆汁在你的胃里面，就是它充分分泌完之后，在进小肠之前，它会把你油脂给包起来，变成一小颗粒小颗粒，在这样的小肠里面做分解。因为它的变成小颗粒之后呢，它很容易被处理嘛，它表面增加了，它很容易就被你消化掉。所以假设我们物质洗碗机，物质洗碗机通常不会怎么样，洗碗机身上没有什么毒性，洗碗机没有什么太大的毒性啊。但是我们比较怕的是洗碗机的一些添加剂，洗碗机的一些添加剂。没有添加剂，相信啊。但是因为它实际上它实际上比较稳定啊，它不是一个很容易分解的物体的，所以它不太会有问题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刚放那么久就分离了哈，放一下就分离了，像这个放那么久还没有什么分离，啊，它就是被完全的乳化，啊，这叫乳化。实际上我们在乳化剂会是用在哪里？有时候你在做那个沙拉油，有没有？沙拉油，你把沙拉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。会变什么？那个什么？沙拉油一直打一直打，那会变什么？没奶汁。没奶汁啊！没奶汁就是一种乳化的过程啊，记不记得？它把油脂一直打一直打，打的过程是跟什么混合？跟空气混合，所以没奶汁比较绵绵的。没奶汁如果放久的话，它会变得有点像液体一样，变成没油脂。对，没奶汁吃起来蛮好吃，可是你如果吃太多会觉得恶心，因为它油脂很多。我一口就觉得超难吃的。啊，那有些没奶汁是它只是觉得口感很正常。OK， 好了，好。所以这是一个乳化剂的功能。那我们在下礼拜我们做皂化的过程，做完皂化之后，你可以把你的肥皂拿去跟油，我们可以要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变乳化，然后有没有办法拿去洗手。啊，如果有办法很均匀的把它乳化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。界面活性剂可以拿去洗手洗碗，清末是不是可以拿去卖？哎，对，清末可以拿去卖。你那个要另外加香料，不然一开始很臭。还有，加香料会变很臭？为什么加？我是说，不是，我说你要另外再添加，不然一开始就说会很臭。OK。用天然的。啊，天然的。但是那也不一定会很臭啊，肥皂味道不太会臭吧？水晶没有，水晶肥皂那就。我当时在，我还待在体制内国中的时候。做成功之后超臭，洗完之后我花了快半块肥皂的话，那个味道。请问一下你的手是摸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这个我就是你自己问题，要处理。实际上，香味跟臭味哈，有时候是一线之隔啦。有人觉得很香，有人觉得很臭。比如印度人觉得香不香？印度有些人就觉得他有一种很，他的手很香，很古典的香味，那有些人觉得味道受不了。那有些人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很有男人味，我就觉得哦，那好臭，也是有这样感觉，对不对？
所以那个香味跟那个味道是跟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。比如像里面有个东西叫做，课本上应该也有吧？除了酯化之外，是不是有个叫做酯化？有没有看到酯化这个名词？酯化，酯是一种香料哈，酯是一种香料。你在做酯化的过程，我们应该做酯化，酯化跟皂化是两种东西。酯化的过程，它会闻到是香味，可是这香味又很特别，有些人觉得啊，这根本很臭。比如像我们有时候会用溶剂，叫香蕉水，或者你吃了，你要添加一些食品、蛋糕什么，你会加一点香蕉水。哦，那个事实上也是一种酯类哈，它是一种香味，可是觉得那很臭，也有人这样觉得哈，所以不一定的。好，那个可以下课了。听到没有？下礼拜做酯化的实验。好。对。酯化你可以查书先写啊。